另外，江阴市警方在13号暗时追捕一对毒贩，遭受到女毒贩开车冲撞，警方连开3枪制止，冒险将车砸落来，两名民警因而受伤，可再在伤势并无啥要紧。嫌犯被警方逮捕，并且伫车内取出海洛因甲安徽他滨毒品一批。嘉义市友好路甲兴德路口13号暗时9点外传出开枪的声响，一对毒贩为着逃避警方的追捕，开车冲撞警车甲民警，两名民警一度被夹伫咧车甲车之间拖行，情况危急，警方只好连开多枪加以制止，并趁机会强行冒险拍开车门，将两名毒贩救出，制服在地。目击整个过程的民众惊吓地讲，当时听到几啊声枪声，好佳在车辆轰隆的真大声响，赶紧避起来，深惊被波及。江宜市义分局是根据线报，知影有一个贩毒集团伫江宜活动，先行逮捕其中一名共犯了后，再顺线掌握这一对毒贩因的行踪。暗时9点外，看到两人开车停伫路边买饮料的时阵，伊倒台警方车拦阻夹击，准备加以逮捕，想袂到女毒贩竟然开车猛烈前后冲撞，企图脱离现场。两名民警因而受到侧弄伤，好佳在伤势并无啥要紧。警方连开3枪制止，嫌犯所开的车辆倒边的前脸被拍破，难以行驶，车身也四角拢会当看到侧弄的痕迹。这一对毒贩拢有毒品前科，被逮捕了后，随即被带回警局侦讯。警方当时伫嫌犯的车内取出一批海洛因甲安徽他滨毒品。新闻新闻，蔡明东，家己市采访报道。